小超人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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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好，我们再换一首音乐，我们换斗鸡眼，换爸爸最喜欢的马盖先的歌，好不好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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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哇，瑞阳你在看什么？瑞阳，哇，今天是七月六号，瑞阳去小儿科。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，2010年七月六号，瑞阳的脐带掉了，我们看一下脐带。哦，真的掉了耶！哇哦，斗宅害羞，什么手指？手扒鸡。然后今天去量体重，有八磅哎，八磅整哦，而且是脱光光量的哦。对呀，八磅有多重？有3625克耶，还3800忘记了。真的吗？我刚换算，可我忘记了。出生的时候是3335克哦，所以瑞阳两个星期就重了这么多，而且是先掉下去一些些，然后一个礼拜之内。胖了一磅哎，瑞阳，上个礼拜我们在医生那边量只有7磅，现在今天量你有8磅哎！哇，这是历史性的一天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外婆说什么？说两天之后我们就可以洗蹦蹦，真正泡在水里面洗蹦蹦喽，瑞阳，赞，对不对？高兴吗？开心啊，开心，开心。哦，有到一点，有吗？好像有一点点。瑞阳，开心、啊。开心的笑而已啊。开心。呜呜呜呜呜呜，开心。不要去咬它啦。好啦。好。